For Life 给了我生命中很多人是想要的，说财务自由、时间自由。那我自己本身非常非常喜欢去健身。那如果说我其实我想说，如果普通的人想要去健身，可能他们去 gym， 他们也是要去，可能吃东西方面也是要去照顾。那这个是所谓时间方面，可能他们是配合不到。那我自己本身，我想说，我非常非常幸运找到这样子一个平台，让我有时间去赚钱，让我有时间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现在非常谢谢 For Life， 让我有做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跟很多人过一不一样的生活。我也买到我最喜欢的一辆车，然后我相信在未来可能有我更喜欢的车，我也可以不会这么顾虑的去买。所以真的是谢谢 For Life。让我过这么好的这个生活，所以你们也是可以做到的。She's the youngest GID in Malaysia, Singapore, or in Asia, and for sure he'll be the youngest platinum. He'll be the youngest platinum for sure. Right. 2014年就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是第一次听到 For Life， 然后那时候是读法律回来，我本来想说去从事法律的事业，就当一名律师嘛。我想说，其实法律这段路其实会太长久，让我没有办法在短时间里面达到梦想，所以我就很用心去看 For Life 这个事业。那我真是非常感谢Dr. Tam 这么用心的栽培我，让我达到今天这个成绩、这个成就，所以这再次感谢他们。今天我们达到这个 GID， 我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然后我们 VX 团队这么意志，然后这么的用心，这么的努力。然后我们在这个十月，我们真的是尽我们最后一分力，在最后一秒，然后我们达成我们的 GID。所以在2016年、2017年，我们一定可以创造更多的 GID， 更多的 BID。所以我们 VX 团队加油，我们一定能达到整个华人市场。实现我的梦想 ，Yes！